阵容的话呢，还是跟之前一样的阵容啊，女儿武装化身大唐什么林，是，嗯，前期的话肯定也都是毫无波澜的，对对，主要还是看连体。怎么玩？不是，主要是那个八技能的地听，把速度调快点就行，别的都不重要啊。上个月没有封印成功，可能也是留个伏笔吧，就是、为这一次那个封印，对，也让这次封印多了一个看点，是吧？对。今年好像没封过的有点多呀，两个吧。紫禁城也有一次啊，对，紫禁城也有一次没封过。基本都是属于就是那种各种秀，然后对对，中途出现了一个蚩尤的反击吧。去年没封过的也不少，是是。今天我相信啊，因为毕竟上个月刚封完，也知道是哪儿出的问题。是的，我这次就多给那地厅加100-200点速度，对不对？哎，就不会出问题。哎，诅咒再给上，扫完了之后13,600-7,200血，7,200血，不用了，活上了啊。哎，等会儿他这个化生比大唐慢呀。嗯嗯。但这个也就还好，嗯、问题不大。毕竟封印蚩尤嘛，对吧、嗯？跟打 PK 来说、嗯、区别还是很大的、还是挺大的。对，当然我也有，反正去看一下，等会儿这速度不是也不太好呢，也不太会去补流云嘛。嗯、侵蚀界青猴子，那么化生先补个宠，法盾顶了宝，该顶药顶药。但这个月的话呢，可能跟上个月的这个死怪的顺序可能会有些区别，因为这个月猴子死的比较晚，就是瓶子给他换血换的有点多，可能瓶子因为上个月瓶子死的比较慢，嗯，这个月瓶子可能会死的快，可能也还是有一些调整吧。哎，对，不是他这把好像开局没扫嘛，他这把开局没扫，可能先补的野兽，反正花式打蚩尤。哎，对，其实我觉得前面就是两边对子，对吧？我用这边的宝宝跟药换你这个怪都倒地，然后我把地厅拿出来就 OK。 就像如风说的，大家也都可能比较希望看到，哦，其实这边有侵蚀来的，就是看到这个八技能的地厅啊，在对抗蚩尤的时候能出手，因为这个八轮车在整个梦幻圈子里面也是现在哎名声在外了，是几乎每个你刷各个平台都会刷到这个地厅。是的，是的。现在是不是有两只八轮？没有，真正八轮就它，就一个。那个鱼岛有一个七轮车啊，那是四轮，而且是它是四个小法，然后三个大法、嗯、那其实说实话也够用，也够用，对，够用，够用。嗯，因为现在我普遍跟他们那些团队啊，包括老板聊啊，就是现在多一些小法，他们都能接受，是因为他觉得地厅在点人的时候可能更加好用。没错。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个生日快乐千九哥嘛、嗯、他那个有一个七轮车的地厅、嗯、然后打输了以后掉了一个大法嘛，变成了那个六轮车、嗯、然后他也觉得也能忍，对、哎、就是相当于三个大法然后三个小法的一个组合，是他觉得这个 PK 更好用。嗯，现在甚至有那种就是纯单法四小法嘛，紫禁城四小法，对，四小法，嗯，包括夫子庙也有类似的宝宝，是就这种的。其实说实话，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带地府的队伍啊，是拿这个挂人的时候，四个过来，如果出法连，我觉得基本必死。是的。但是今天餐饮他得跟我说、嗯，那小法的地厅啊、嗯，打个电魂闪试试。那你没灵刃了呀？嗯。啊，不是你没灵法了呀？电魂闪啊。哦哦，内丹哦、啊，内丹内丹哦，内丹哦，内丹啊。我觉得不太靠谱。那我觉得地厅的，我觉得作用可能都变了。作用作用，我觉得肯定还是它的那个出手次数。你说一个电魂闪宝宝多容易弄啊？次数还是更加关键的。研究这个宝宝初衷就是为了点杀单人嘛？对对，你一个人能有多少状态？是的，嗯，是。猴子倒地之后呢，那宝宝基本上来说压力就不大了啊，基本上后续继续正常清就行。但总感觉今天的蚩尤好凶啊！反正清宠，因为他那个猴子死的慢嘛，嗯、他清宝宝清的快的，但是点人也猛的呀。不是，他这把套那个黑山，他一会儿就变开了。这把套他什么意思呢？他顶球没必要套啊。控一回合，他回合结束之后，他那能量球他就爆出来了呀。他已经出过手了是吧？他顶球最慢出手，
哦，对，就跟蓄力一样。嗯，哇，怎么散爆加的血有点多？嗯，有点多。嗯，但也还好，因为反正瓶子也晃。你看他这方等于白白封啊，这回合。有点像那个神迹的作用、哎、对对，他只要有那球的时候，你就控不了他，他就一定要出手。有点像现在的一个新概念，嗯、就是、蓄力。对，你每一次用这个蓄力的时候，他都会解开封印。是，这把再封那个无中仙就行，啊，嗯，瓶子再换两回合，可能要把血换死了，自己掉血掉挺多了。不过总的来说啊，珍宝哥对于封印蚩尤啊、嗯、还是很有心得的，是因为他们每次封印的蚩尤的指挥主要是那个阿喜、嗯、阿喜也是从当年的八连冠时代一次过来 的。对，玄冥倒了，哎呦，在一万差不多，再等会儿再换两把差不多了。玄冥倒了可以起状态了。可以杀蛟龙了，这一次杀的我觉得一堆善恶开到杀的挺快，嗯，是啊，所以呢如果有那个预测的话，是不是又可以选一个小鱼的回合。其实现在的封印蚩尤的，就是说你能拿到五十难冠军来封印蚩尤的话，对吧、嗯、其实说实话，你要说那些硬件在 PK 当中可能说某一些要追求的比较极致，或者说可能差个十几二十点伤害，可能说对于比赛会有影响，会有结果、嗯、但打怪来说啊，他们的这些硬件那真的是足足够的，哎，就是碾压，都是小回合，都是小回合、嗯、但是有一些队伍嘛，他就喜欢搞点花活、嗯、对对啊、稍微拖一拖，是的，等一点什么东西，嗯，所以那就等灵元嘛。是，但是我看珍宝阁这一次风之游好像还就中规中矩是吧，还是在打，嗯嗯、所以如果要选，因为封印蚩尤的很多队伍都想整个过程就是观赏性更加高一些，对，让人家看到很漂亮的一个 结果吧。是，就说白了，现在有地厅都喜欢拿地厅，对，直接拉满。是的，哎，那么反正拉满也不是不行，你只要是别那个就行，别把地厅弄得太慢就行。是的，那种一个宝宝清场的感觉还是很爽的，很爽，对。我就怕他想拖到二十四回合，然后起一个三点三。哦，那不用，不是，他只要保那一个地停出手就行。是，因为你渡劫只能给一个，他刀光剑影下来，你加三个也白给啊。所以他就是拼一个没有刀光剑影，然后想要多啊。那没有必要，一个地停出去，好像就没了，结束了，就结束了，好像没了，就结束了，没有必要的。那嗯，等想不到他等的理由了。嗯，现在也没啥好等的。没什么好等，珍、啊、宝哥就是就正常操作常规的来嘛。对，宝宝呼恶豹，那个黑山也得倒。对，哎呦，又回了一千，顶个黑玉，还有一只在上报啊、那就得再换一把血。而且因为大堂休息，再换血换给那个黑山的话呢，瓶子那边估计可能也就能再换个一两把了。嗯，因为在猴子和那个玄冥上，他浪费了两把大血了已经。最后刚刚那把换到吴中仙换的少，但是这把再换的话，换的祝融这边换的血量就比较多了，直接拿逆境开掉，很舒服，打得很果断，很快啊。嗯，因为现在得换死了吧？你看换死了啊、嗯！现在为了解小死亡嘛，对，队伍都会有一些逆境的准备。是的，很舒服。这把换死之后，一二三四五，今天是挺快的。是，嗯，这第一层天气还没来呢。因为全是善恶这样去、嗯，就算你看前期宝宝清的多、嗯，然后补出来的也全是善恶。嗯。嗯，这把得活大堂了。女儿村够僵吗？珍宝哥的指挥这一次封印蚩尤认真了，哎，对吧？是。你不要以为我封不过啊，我们看一看、嗯、我们真正的实力。可能上个月让人家造成误解是吧、上个月不是说他说下个月再封。是的，哎，下个月再封，对吧？下个月就知道这个月自己也能夺冠，哎，我下个月再封。嗯，一切的剧本都是朝着最完美的去走吧、哎、对于珍宝阁来说。没错，目前确实就是从这两个月来说的确对于珍宝阁的成员也好，包括他们的支持者也好，应该是能够比较满意的吧？我觉得对、啊、比较满意。因为上个月不是有个夺冠以后有个冠军展示、啊、哎，是的，是的。然后指挥、嗯、包括他们两个主指挥，嗯，都喊出了要卫冕的一个口号嘛。是，
那最终的话能成功卫冕的话、对于不管是他们指挥还是老板，那肯定都是非常开心的。没错。再活一口很舒服，直接扫出去，要把吴中先扫掉。这扫的也不是吴中先啊，不是，是黑黑山黑山黑山啊！刚刚武装套吴中先没套中，对。整体的节奏很快、哦、嗯，很快。等会儿是不是要先把，其实我觉得可以先把天兵清了。对，天兵清了杀共工，然后后面就开始准备，哎，对，就可以开始运作一下了。这是小鱼中的小鱼啊。不过怎么着吧，我觉得也得接近20回合。二十回合因为得有，因为他们虽然说现在也得打得稳着点，就是说到了要出地厅之前啊，自己把盾啊什么的也都先起了，然后再出地厅把杜杰套上就可以。小鱼归小鱼啊，但是这个神兽抽奖还是得抽。是，对。还有官方大奖肯定要拿呀。还有7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没有参与的也是可以来到官方直播间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弹幕风暴。没中不要紧啊，但是就怕是这个。没抽啊，总感觉万一我抽了就中了。是的，是的。每个月都有，对吧？大家每个月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可能你就是那个幸运的那个娃，是的，是的，是的。哎，再有晶晶，很舒服。这边把蛟龙扫掉。哦，还是要想比大当快。这时候确实也没啥事干了。是先把这个状态顶起来也没问题。确实很认真，这些细节都是全部都照顾、照顾到位了。确实确实。现在唯一剩下的悬念就是八技能地厅，就是不是说八技能，就是八个法术的地厅，对，有没有这个对面的怪快了啊。是的。目前来看一切都非常的顺利。对。寒冰没压死很舒服，直接蛇满就行，或者说直接火满就行。这边要被封5个，下把要考虑再拿逆境，或者说直接喝酒，下把女儿给武装喂个五龙，武装直接精清就行。是，反正宝宝也全部满血、对，都满血，很空闲。是是是是，下回直接喂五龙就行。碎玉硬控呢？哎，不，这好像感觉对于这个，哎，而且真阳令起哦，先给大唐，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16回合再说，16回合那点我再去给地听。就好像对于这个顶球的单位，好像他们一直没有说很，因为这个你封他没用啊，直接压倒吗？啊、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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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顶球好像可以不出来，没封那还行。哦，他是能封印的，那还可以啊。顶球没出来，很舒服，球走。这样的话就省了一个我们所说的喝酒精清的操作。是的。把棒晶压倒，哦，再出新这么轻视，正好嘛，反正本来也要活的，哎，是的，对，哦，不让封了。哎呀，可是把共工留到后面可不是个好消息啊。他就是快。他如果共工在最后面，他那个之前有队伍输就输在这上面的。他把把有球，他把把抠你人，然后你人小死亡倒地拉不起来，你知道吗？最后球若留在他身上很难受的。就会形成一个死循环。留舍比师最后一个就行了。对对对对，反正你给就别一会儿宝宝伤害太高了，把别人都呼死了。不过目前这么个整体状态、现在很好。对，这应该是16回合了，雪天气了，那再一点零元一会儿可以给地听了。就反正这时候就先别去碰其他的，就是别碰别的怪了，先把这16了吗？那他大唐已经有阵阳令起了呀，所以是16了呀、
但是两点都加了，难道说这个回合这场我就不用地厅去，我就直接两输出给你过了就得了？该拉是得拉，没有真阳就算了，但我要给你展现一下，我有八个轮子啊，那就两敌。对啊，也不是不行。这回合把棒晶扫掉，对，不紧不慢吧，很稳。不过没把真阳令旗留给谛听，这一点我确实没想到。看来这把就是可能该出谛听还是出，但是我真阳令旗我就不加了，是可能想把大唐的伤害也拉满吧。是是，把两输出也拉上。大灯顶扫棒晶，拉金刚啊，没问题。7300，嗯，5800，伤害贼高，胜的单位很理想。嗯，还行，这把球还是在吸血鬼身上，很舒服，把这个，蝎子精先拍死。就是好像也不需要怎么刻意的去恢复哦。嗯，不太用，够了，目前暂时够了，因为你这时候对面已经没有输出怪了。嗯，那就慢慢准备谛听的一个准备了。嗯，他不先扫狮子精了，觉得被封了无所谓。哦，伤害拉满，双输出的，拉满，拉满。哦，这把还选择把蝎子精留到最后。他蝎子精主要是他如果电你，你电盲标记的时候，你看这把他如果说电的是，他这个剑指的是谁？哦，指的就是武装，那好像还好。你不然他如果这个头上这个剑指到其他的单位的话呢，你身上有那个蓝色的电盲标记的单位也得跟着掉血。他电那个单位多少血？有这个下面有这个蓝色圈的这个单位也得全跟着掉。哦，那这一次他不出谛听啊？看这个架势，还没看出来有出的打算。哎，这目前好像还没看出来，不会直接不出谛听吧？靠输出？对啊，靠两输出啊，一个横扫加那个。这已经20回合了，感觉。横扫加风卷一回合应该不够，啊、因为你扫的话，我们就算平均8000，483000是3万，一个风卷过去。20000左右，你要说没有那种群法宝宝，我觉得光靠善恶应该是不够的。感觉上他们的这次重点是想把输出的直接去杀了。哎，是是是，确实，在兵，好，就一怪了。那就得起盾出宝宝了。顶面，哎，这是都暗房了。哦，暗房要顶密润，等回合啦、哎。那难道是大鱼了？好像有可能，还是为了追求最后一个华丽的事、哎、是了，是 是，也有可能。完了，这个预测必损失的同学又要哭晕在厕所。嗯，没事，下个月再来。反正每个月都有机会，每个月都有，对。还有很多礼物等着大家兑换、再上盾，再找个漫天。哦，那看这架势好像还真是等着呢，不用谛听啦，改个方式秀啊。有没有可能是想要那个断穷巨剑三点剑？那也就斩10000多血，再建设三个，那还不如扫呢啊，对吧？对，那你扫的伤害肯定，我觉得是你提了干将去扫，肯定比干将。啥呀？你告诉我。一会儿看看，我现在暂时没没有啊、还是得来，还是得来的，还是得来，还是得，就是说先把、他想砍半天，先铺平电稳，对吧？先铺，哎，但哎哎，还好，还够啊。算好了，可能冬梅草看过啊，冬梅草可能看过，也是。24回合了，雨天来了。哎呀，完了，大雨了。那主要是你也没换一片呀、啊，你没换他就想秀这个八技能带，再就是说，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那八技能，
对，看一看，看一看。如果这把给杜杰，可能就是，对吧？但讲道理呢，是不是应该让神木林去带呀？是不是？为什么？三哥的弟弟，那不得主人带吗？先上盾，那感觉上来说好像还没想进去啊。那你看一下，那神木林再换吧，神木林再换一个。不对呀、他要加仙力呀。不用加仙力，不用。谛听出手就结束了。那我觉得他不打，他就是这只。对，很明显就是这只。他需要加仙力。但说实话，我说的是给谛听加。我知道。我觉得不用加仙力就已经带走了。数据能好看点嘛？都追求到这份上了。也是。蓄力了这么久是吧，也是，就是为了最后一把，有道理，最华丽的一个输出，有道理，也算是为这次武神坛画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你说这大唐还砍半天漫天干啥呢，带个诅咒得了是吧。看血量。哎呦哎，还来了个直音。首先我杜杰给上，哎啊，杜杰给上，那要进去了、要进去了，肯定是不止四轮的、要进去了。冰川怒，但这也是在找蔓延。进了。OK， 来，上次车斩不成，这次不车斩了，就一个就够了啊！刀光剑影嘛，武神怒击啊，这把也没，一看一个谛听，不用刀光剑影。对、你跟我玩套路，谛听蚩尤不上当啊。那二十四和武装也有灵元啊，能加上，两敌一齐，剑加呗，两敌一齐，队长倒了怎么算？算过。看迪厅表演。这我觉得已经就直接就收了，我觉得直接就收了。你看把怪吓得都掉头了，你看到吗？啊，知道这把这迪厅可能挡不住了。八轮能不能用完哦？来，我们来看看啊。我们的武神坛冠军还是比蚩尤要聪明。对啊，一万就结束了，结束了，过了，过了三万，直接三万，直接没这，看不及，是的，看不及，四个走了，走了，拜拜了啊 ，OK。听说你是个四轮车，行，另外四轮下月再见吧，下次不占用是吧？哎，对，下次再见，所以啊，我还是觉得这个真阳啊，不加也行，能多看几个轮子。不是，他主要是速度够快就行。是你别让怪出手。你看这把，我只要把速度调快了，速度问题。对呀、但这轮子没出齐啊。没事，不要紧，下次再出齐嘛。是，这不再留一伏笔。再留点。等三连冠的时候再看，想看多是吧？来，三连冠再给你多看一个，四连冠再多看一个，对吧？行。成功封印。